要有就可以了。真的，你组队观念跟概念只要有，很多队伍其实他本来就是可以过的、啊，哪有那个不能过的？你看，不要看十二局，那伤害真的是很高、欸。很多人，我不晓得之前很多人说十二局很烂干嘛的，我觉得是会驾驶的问题吧。满血不死对啊，但是那个是那种无视减伤及抑制技能、欸。不手消水就可以做减伤了。叠珠，你还不会走了吧？我操，又威力有点大。故意的哦。那水珠缺的有点凶哎、欸。OK OK。OK， 开。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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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。我又忘了，骗你的，你呢？骗你的啦！啊？什么？刚好运气好？没有啦，我在做节目效果。Take a dive, take a dive。就是特哥炸一波的一个概念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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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啊，我的仙女！仙女不见了，把仙女除回来，这样行吗？我来示范行不行嘛？我来示范行不行？把仙女除回来嘛？阿姐，哇，好大一个 L！ 回来，回来。哇靠，全部水柱都要进去。因为太考转珠了，兄弟。佛家消除几年冲击啊！干
就先你留下也很难，我觉得。我看一下哦。林英出手，变质有没有？看我的满满心珠法！学起来，我姐，学起来，这很关键哦。谁说林英是废物的？啊，林英，你可以帮忙，你不是常常在抖内吗？那个林英就是他。有没有人看那个有个叫林英玲还是林英的？他抖内的时候，他就会这样，他会这样，真的，真的。下次再看他抖一次，你就知道了。哇塞，看到没有？极地更新啊！哇塞！原本知道我讲的是谁，英灵，对吧？有个会每次抖脸，他就呼呼啊呼呼啊那个。有没有人知道我讲谁啊？手消不消水就可以减伤哦，各位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减伤，我可以跟一波啊！不听。有点忘记他技能是什么东西。三种或以上的属性符石要消三属，哎，再一波。等一下，这样是不是没有三种啊？哎，完全没有水珠了啊！完全没有水珠了！我是故意的，我在做节目效果啊。这样有没有三种啊？学起来，观念很重要啊。Cutting, cutt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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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ng, tong. Hahaha. 应该不会被骂。要再磨一次了，各位。摸起来，摸起来，摸一盖，摸一盖。有没有看过有人用矢车菊磨过啊？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用矢车菊磨过的男人啊！摸你，稳不稳？摸你，差三回合，哎，有点危险。我的，
太刺激了。还有两回合，不会超过30%吧？哦，吓死俺了，吓死俺了！俺等不及了，俺真的等不及了！一波 seven 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哎，不对啊，不行啊！我这样打下去我就 QQ 了，不行不行！我这样打他我就 QQ 了，各位！哎呦喂，我不能消水柱，先说不能消水柱！哇哇，吓死我了！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，刷过去啊！喵，看到没有？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一波 seven 啊！哎，白天加码很少见呢，今天大家赚到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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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不开龙科，无了无了无了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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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， 哦，泉水死的局，稳定通关。啊，手很抖，我兴奋啊，我兴奋啊，水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给吧。